妈一孩几个也没回来嘛，一回来他就说回老家看看，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回老家。妈，哎，回来感觉怎么样嘛？回来看见这些山清水洗的滔滔，你看。炒菜都是清热的，快点来把普通话标出来的。把菜都开花了，久了没回来，这些菜全部都开花了。许种子，许种子二级了，看你看你那哈儿病的秧啊。我们把秧田弄一下，这么好种了。在这儿来安哟，再不学那哈儿老了，快不得不活。要有接班人哈。是啊。那好吃不？看米好吃不？那永杰，但拉不起来。拉得起来。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。拉车板就行了，不要你拉好多。虽然是个农活，但是也是个技术活。你看起来不管啥子，是看着容易做着难。好好等哥在坡里干活，在弄我们那个秧田，到时候我们好炒秧，我就来煮饭。今天随便煮点来煮面。好好的不做你，你想回来跟我吃天看吗？放些辣子油，煮面放些猪油才是灵魂。这葱子都开花花了，就久了没回来，啥子都开花花了。看看有没有鸡蛋。今天运气够好嘛，三个。穿个豌豆点，这个点点还是多嫩的。我们这菜种太多了，都吃不赢。你看嘛，现在都老了，都开花了。这菜老到只有喂鸭子了，我们又开始种其他的菜了，要种黄瓜、茄子、辣子。上面修路，把水管给我们挖断了，我们没水吃，我们捡点水。给鸭子吃，吃了下蛋。我们吃，吃好下蛋哈。盐放进来。多放点菜叶子，吃面没得菜叶子，我姐姐都不好吃。这个荷包蛋煮的好了，一个人一个蛋，辣吗？一点的。你看里面放的辣椒油啊，我辣椒都没有了。这煮饭都忙得很。你等。哈哈。嗯。你把这碗面吃到就是你厉害哦。嗯。不然你看你劲都没得。这两个都滚的两个人。哦，已经团团了。你在屋里把那些铺把那些杆子好，听见没有？嗯，你下去嘛。哦，给盖锅底一点，把它整下去洗那些。嗯。辛苦你哦。哈。也跟你婆婆下去，带奶奶那耍，去看团团，带老子做你哈。嗯。我们屋里忙完了，就下来接你。嗯。你待会儿下去莫聚到下面耍哈。屋里还有活路子哦，要得，回来整了噻。啊，地要耕啊。要得。婆婆们这次回来就耍几天，他们回来好像有点事情，然后过两天就要走了。现在家里忙完了，她现在又去带团团了，因为团团没有人带，而且他们就做不了啥子事情。好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我来干活了。